到了听歌。Hello， 我是小石。小石，一个月的 QA 又到了。对。对，我要学他，一个月 QA 又到了。我根本就没有尿。啊，不然你又怎样？我是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啊，一个月 QA 又到了。好了，哎、欸，那我们 QA， 你有找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吗？有两部分，有两部分，有趣的跟专业的。专业的、嗯、，OK。没有，他都找专业的。那有趣都是我找的喽。对啊。是这样子是吗？但是那专业的感觉，我也蛮想知道的。啊，你也想知道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吗？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，我准备一个道具。来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请你，请你这么突然把手放上去。来，导演跟大家讲这是什么东西。好，如果讲谎话会怎么样？它会被电，会被电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一定会被电，因为我超容易紧张。好，那你。那你先放好。没事，因为老板根本不知道那台机怎么用。他根本不会操作。他根本不会操作。他不知道这有没有开。好，欸、那我只考他一个问题，我们就进片头好不好？好啊，你问啊。你觉得老板帅吗？帅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问题其实私底下我就已经测过，而且还开电的、喔，然后我就说不帅，然后我就被电，所以我觉得你超帅。真的哦、喔。这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玩具终究是玩具。这个机器烂。丢掉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进片头吧。好，来，第一题我看看。好，请向听哥指教如何娶到像听嫂那样的美女。哇，这个人问题很专业，这样这一题就可以聊一集了、欸。哎，这一题其实变相的来，其实是目的是小时。为什么是小时？干过什么事？因为连你都能娶到嫂子，又漂亮的。对，变相的可以用方法套在小时身上。好，我觉得有五招。非常重要，一定要记得。好，第一个，你们留两招给会员，这样逼迫大家加入会员频道。这样好了啦，我留两招给你啦，换你这个单身的又都找不到，私底下再跟你对不对？我们私底下跟他讲。第一招，不要看到对方的是美女，你内心的 always 就是我就是要追她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追不到。他举手。老师，学生有问题。如果我一开始抱持这种心态，可是美女一定很多人追嘛，是啊，抱持这个心态。那不就让美女被别人追走了吗？给他追走啊，但对方娶得了他吗？不一定啊。哦，所以我、啊、还没有结婚之前都不是最终目标结婚。对啊，你看我最终目标娶到是什么？听嫂啊。然后我的女儿是谁？是不是？他在映衬小时。好，映衬小时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衬你了。好，施老师，我有第二个问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我是回答粉丝问题，你为什么一直提问？还是这是你的账号啊？这是你的账号哦、喔。不是，那个粉丝一定跟我有同样的问题。好了，再给你问一次，因为我才讲完第一个而已。好，你说吧。那我试一下问。你先问。你不要去卖关子好不好？你什么星座？我要公布你的星座。不行。那你问啊。好，下一题就是不是问题啊，是称赞老板。下一个称赞我的，三 C Ting 哥好帅哦。哦，好，马上下一题。有没有通过测谎？哎、欸，那个林敬诚，林敬诚，请来测谎，请来测谎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，他说 Ting 哥能分享一集 iPhone 连接家电的好处跟实用性吗？iPhone 内建遥控器要如何使用？谢谢、哦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其实 iPhone 你要连接家里的电器，就是你要通过 HomePod 来做连接。那目前其实你就要看到说，你今天买的商品有支援的。目前我在台湾有看到的是，有跟 Siri 可以做联动、哦、比如说它可以去当你家的开关、哦。但是因为台湾现在进的还不够多，其实在国外呢，它包含监视器都可以透过 HomeKit 都可以看。我想要达成住在床上就可以。Hey Siri。帮我开冷气。对，但台湾其实这一些东西没有那么多。哎、欸，不然你呼叫一下灯。Hey Siri， 关灯。哎呀，灯。好的，灯已经关了。好，下一题。好了，下一题是听哥，请问可以推荐蓝牙喇叭吗？哦，推荐蓝牙喇叭这件事情其实蛮多人问的哈、哦。那我觉得我们不如呢，把它拍成影片，变成一个正片，我来推荐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个我之后会拍。请问 S22 Plus 与 S21 Ultra 应该买哪一款？假设两个价钱差不多。我觉得如果是 S22 Plus 跟 S21 Ultra， 投200。来，那个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如果因为 S22 Plus 它后面只有三镜头，但 S21 Ultra 它后镜头有四镜头。
那简单讲就是，如果呢你要拿它拍照，我会建议你 S21 Ultra。但如果你这支手机呢，你是也会呢拿来打游戏，那甚至于呢你希望处理器好一点的话，那我会选择 S22 Plus， 因为我跟阿慧的观念一样，就是买新不买旧。但 S21 Ultra 呢，是去年我跟阿辉觉得是很平均型以上的最佳的智慧型手机，而且呢，现在 S22 全系列又上，所以 S21 Ultra 呢，它也有降价了。我觉得你可以从你自己的需求面来去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下一题是听歌有什么兴趣？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小时你有什么兴趣？三个。题目没这么多，为什么变我讲三个你的兴趣？遛狗，干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你真的爱插话哎、欸！遛狗，打桌球，打羽毛球，遛狗。旁边是那个我的手下白讲那个导演，他每次都输我。只有遛狗是真的吧？其他根本不是吧？但我赢老板哦、喔！哦，你在说老板桌球技术不好？你是故意的对不对？这样，我觉得小时的兴趣，刚刚那个算运动，我们把它综合成运动、嗯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第三个兴趣。你把你指甲给大家看，我觉得他很爱做指甲，这是兴趣吗？他一个月做一次、啊，你是一个月做一次吗？但是给别人做，也不是我自己做啊。对啊，就是你很喜欢啊、哦，他也不算我喜欢的事情。哦，花钱，听起来不妙哎。好、啊，我的兴趣，那我也讲三个。我的兴趣呢是，我很爱追剧啊。我的剧有很多的剧，包含日剧啊、韩剧啊、美剧啊、动漫。你可以看到我中午吃饭都爱看动漫，然后第二个是我很爱打游戏，可是因为现在工作太忙，所以游戏打的时间比较少，所以游戏机器呢全部都是让员工在玩。第三个兴趣其实是这个是会花钱的，新的科技产品，是非常新奇的科技产品，可以吧？ Okay. 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帮他。导演，那你有什么兴趣？讲一个。碍于影片长度的关系，也不会有人想知道我的兴趣。下一题。我们没有下一题了，就是这一题啊。哦、下一题就问你了、哦，请问导演有什么兴趣？对啊，祝你新年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我明明就记得他有问说 Tim 跟阿辉结婚的事情。有啊有。有哪一则？有一个是 Tim 哥跟阿辉什么时候要结婚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老板，我觉得这题你要好好。哦，这题我回啊，来来来。他先跟嫂子离婚，再结婚。对啊，很麻烦。好麻烦哦。对啊。重。而且各位知道阿辉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对象了吗？嗯，我知道。对，我在阿辉的眼里只是小三。小三。对。真 的， 真的啊，他有对象呢，已经要论结婚嫁了，他小四。他小四。我以为你说阿辉的对象就是他。不是不是，是真的。是真的对象。啊，而且是一个漫画家。哦、啊，你是讲认真的、哦？认真的、啊。你们听不出来吗？我以为你刚才讲干话。对啊。只有我听得出来。讲干话是后面啊。哦、oh, ，OK OK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我说我是。他们的小三，你是他们的小四，你知道？各位，导演去阿辉家的频率比他现在的女朋友还多哦。哦哦，你们两个是情敌关系耶？对啊，好了好了，没有啦，今天一样 Q&A 啦，分享给大家了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的 Q&A 哦，那我们就下一次 Q&A 见，拜拜。